麦明斯同号称全球最靓仔数学教授意大利型男 Pietro 一同出席活动。虽然两人以情侣档登场，活动入边佢哋都好享受。不过 Luisa 表示过电唔代表佢中意。我听讲佢都几聪明嘅，听讲佢都有学识嘅。咁但系首先呢样嘢即系唔加分，但系唔会减分嘅。咁但系佢都要喺香港发展先得咯，即系异地恋就比较难以即系维系啦。咁如果佢嚟香港发展，先再长谈。咁近期拍劇全绯闻嘅余承德 ，Luisa 又再一次落闸啦。咁佢平时份人都会搞下笑嘅，因为佢本身都系做主持啦，咁都系转数快，同埋都有幽默感嘅。啱唔啱你啊？我见唔系好见到发展嘅可能。已经发展咗啦，系嘛？其实定系应该唔，我觉得真系唔会咯，系啊。点解咁肯定嘅？又唔系我嘅 type 咯。有乜嘢啫？唔係，即係我覺得太大隻咯，係唔好慣。太大隻又反而係啊！你知啦，我中意啲不嬲都啲身材唔係好 fit 噶嘛。係啊。唔係即係唔需要身材咁發達咯，最緊要個腦發達咯。